杭州西湖国宾馆。是行李间，您的行李已就位，右边是沐浴的。哇，这还挺大。可以熏香，这边是市区淋浴间，不方便可以坐到台上。卫生间在这里。哎，这也不带冲洗啊。那不好意思，还没给您换。嚯，这小格儿不少啊。反正哪儿都是镜那个枕头在那上头，可以自由调换。哦。好吧，啊，这边是您的卧室。那边是休息区，附带您一个小院。这边是吧台，酒水台。酒，小吃，收费吗？就，收费呀、啊，茶具。没有了。这边可以放点东西，冰箱在这里。嗯。然后，全都收费的。带着钱来了就行了。走，外面小院儿。我们这里的瓷器都是龙泉窑的瓷器。带个小院儿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您可以喝喝茶。我们离龙井村也比较近的。出去的时候，您一定要记住关掉纱窗，要不然有小蚊子的。小虫子的，还是比上午那院儿小点儿。哎，好了，还有啥绝活呢？是很幽静的，楼上可能会有邻居。您这个房间比较好带小院，楼上邻居就没有小院了。那棵树是枫树。哪带个？有那树，对，个？那个？这棵树不知道叫什么树，但是已经有花骨朵了。楼上有邻居的，我们最高就是2层楼。